锁定华视夜间新闻，我是陆怡锦。直接开始，我们来关心艺人唐志平的母亲被发现沉尸在淡水住处的顶楼，检方相验遗体的时候也没有到场，晚间终于在派出所现身的唐志平领取了母亲相验尸体的证明书，也说明了两度否认遗体是他母亲的原因。我上去之后，我就看到他的身体脚是东西，也许是会有一些变化。我不知道，我一看就抓了一件衣服，他穿的绿色衣服，我妈妈穿的绿色衣服，他不穿绿色，他穿蓝色、黑色、黑色之类的，裤子也是黑色。好，您可以看到身穿黑色的 T 恤唐志平晚间是到了派出所领取了母亲相验尸体的证明书。他表示当时上楼认尸，但觉得遗体不像自己的母亲，还表示心情有一度有些激动，但是呢，因为还要工作，所以目前很平静，预计将会到地检署配合检警厘清案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